次选拔刚好把我们就是又聚在一起了。天哪，隔了那么多年，我们又在一起训练了，这样子。心跳率下不来，哎，没关系，你专心的呼吸。不要怕，会不会羡慕那些大哥可以很厉害？对。觉得你做的不错，可是还是被骂。先开了两分你就哭，啊，长大怎么办？大家互相竞争，跟小时候很像，大家又一起在同一个战场上，加油！一路翻滚，能到奥运会拿到金牌，这一生的翻滚就有意义了。认真模式，玩乐模式，快去啊！等一下你就变挨骂模式了。